都卖完了啊？还有点的啊，还有几个，还有点的不多。这是您自己家的果园吧？啊，哇，改果了哦。哇，今天有货嘞，朋友们！黑金猫山王55。今天老板亲自在呢啊，很久没看到老板本人了，让老板亲自给咱们挑两个啊。一粒。现在他挑完了以后，可以帮你开好了以后放在那个盒子，可以带回新加坡啊。前面这个人带了1000多块钱马币的，看这都是他们的。5元台币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放在宅这边吃。有一个在这里边吃，小的那个在这边吃。要在这边吃。对对对。开包喽。哇，黄黄的，猪肉。这边吃啥？哎，对，就先放在这儿，我待会儿拿过去吧。啊？我说就放在这儿，我待会儿拿过去就得了。把那个就弄到盒子里就行了。你看这，哎，也不错哦，这个果肉看着真好。黄黄的，哇哦，看着就好啊，这个味儿已经出来了，特别香。哇，朋友们，时隔半年时间啊，咱们再次来到了阿东榴莲他们家。今天啊，老板本人在，亲自啊给我开了一颗榴莲。哦。今天啊，我馋了。哎，上次来的时候呢，他还没有打包这个服务啊，这次有了打包服务，所以说你们以后来呢，可以啊，吃一个，打包一个。这次呢，我就是这样，先品尝一粒是吧？然后咱们可以打包一粒回新加坡，它是完全塑封好的那种啊。哇，哇，看到没有，朋友？哇。你知道那个猫山王这个苦的味道啊，入嘴以后是特别的苦，然后呢紧接着那个苦味过后就是真的甜啊。哇哇，真的这个太好吃了。刚才跟老板聊了一下啊，因为他自己的果园哦，一有熟了的他就会拿来卖，所以呢最近啊，如果你们下午比如说5点以后来就没有了。今天呢我是下午2点过来的，已经啊剩了20来颗了，估计一会儿啊3点左右就卖完了。看这种子这么小一片，猫山王就是猫山王，王者无敌，哇，太好吃了。一房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肉啊，来看看这粒小小粒叫红珍珠啊，朋友们，它跟这个猫山王啊，哎，你看颜色完全不同。朋友们，刚才老板啊特意给我送来一个小的啊，我没见过这么大点的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红珍珠啊，尝一尝啊，第一次吃红珍珠。哎，哎，这个品种很好玩啊，怎么讲呢？它一点不苦啊，特别甜，跟蜜一样。哦，大家可以看这个红珍珠特别小粒啊，你看我旁边这个猫山王，其实大家知道猫山王本身也不大，对不对？这个红珍珠，你看，哎。哎，是吧，好像未成年的这个榴莲一样。哇，然后它的种子，你看它的种子非常小，吃完以后就这么点，当然它的果肉也不大。
这个出肉率还是很高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喜欢吃苦的，那肯定是非猫山王莫属。如果你们喜欢吃甜的，红珍珠啊也不能错过。哎，如果这两个一起吃，我们看看什么感觉啊。我撕了一点猫山王的肉，再加一点红珍珠的肉。好，两个颜色完全不同的品种啊，猫山王红珍珠，来 mix 一把。哇，还是猫山王获胜啊。为什么？猫山王那个苦味一进嘴就特别苦，然后紧接着你咬到那个红珍珠的时候，红珍珠那个蜜的甜又出来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这个打包的，你看它包的非常好啊，外面还有一层那个塑封的膜，所以它那个气味是不会出来的，你带回新加坡一点问题没有。哇哦，过两天还能有的吃，太棒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还不赶紧来打包吗？都卖完了啊？还有点啊，还有几个？还有点不多。这是您自己家的果园吧？啊，哇，改果了。哦，那个你们果园能去采摘的吃吗？比如说我们开着车到你果园里采摘的吃，有没有那种？这个通常他们是要租也那个团啊，一巴士啊才可以的。哦，有人多一点啊。如果说三几个人吃去了，他们我们比较没有时间。哦，没有时间服务了。我明白。要就要多人。多一点啊。对对，有以前他们是整点巴士去我们那边吃。啊。啊，以前我们就做到给他们吃到饱的那种啊。啊，对对，吃到饱。以前就一个人100还是150，吃到满意了，吃到饱饱的。对，现在就比较没有了。哦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现在有点贵啊。嗯。比如说要吃猫山王，那就一个人最少要300块。对，300块吃到爽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上两周来的时候，就是您可能3点钟就卖完了啊。对，是不是现在量不大啊？它这个有季节性的啊，有季节性啊、嗯，一年它有3次，3次年中年头，嗯，年中年尾、嗯，好像这个是年尾的啊，年尾啊、哦，所以它一年有3个季节，三个季节、啊。那大概这次到什么时候呢？这个季节的好像这个季节蛮长的，就今年的特别。可以到这个11月，可以到明年1月。哦，到明年1月啊，那大家都还有的吃，都还有的吃。好了，那谢谢您啊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打包啊！记住，来一定是赶到中午时候来，下午可能就没有了，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大丰收的季节，大丰收的季节晚上也会有。现在呢，只是小部分，只要熟了他就拿来卖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视频请点击关注并打开小铃铛，美食娱乐天天有。拜拜。